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克拉克新产品，你知道如何使用吗？我教你。首先打开包装，螺丝拿起来，电池拿出来，再来红外线拿出来，再来通通倒出来，包装丢旁边，再来把这把枪通通分解掉。第一，弹夹取下。准备一支十字起步，再来准备拆滑套，拆下准心，再来找一位会拆滑套的人帮你处理。来，阿全过来帮我拆。Let me talk to you. Come on. Show you how to make